本作品由畅读书城出品。别出了事，自己一个人闷在心里。嗯，如果不是你妈妈说起，我还不知道你在洛氏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好的，伯母，我有时间就会去洛家拜访，到时候可别嫌我烦啊。你能来陪我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嫌弃呢？哼，以后公司的员工再这样嚼舌根的话，你不用问我和洛阳的意见，直接开除就是了。什么呢？明明就是……好了，大家都回去好好上班吧，我就先走了。伯母，你们走。有些人呢，还是要趁早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你不过是穆家的养女，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哪一点配得上我们洛阳？人贵自知，不属于你的东西就不要妄想。陆浅月，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其他人都散开吧。这洛夫人是专门为穆总撑腰来的吗？她没看到论坛上的视频吗？你还敢提论坛？不想丢工作就闭嘴吧。那个视频打了码，根本看不清脸，谁知道到底是谁？总之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洛夫人的态度了。我们还是离她远点。月姐姐，没事的，我都习惯了。月月，我们还是一起离开吧，这个地方根本待不下去。可是你……没什么可是的，当初本来就是洛阳提议的，我们才会来洛氏。现在你们都分手了，我们更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辞职。那我也要辞职，我要跟着你们。小傻瓜，你是校内实习，辞什么？你下个月不就回学校了吗？乖乖待着吧。那好吧，那以后我毕业了就去找你们哦。放心吧，且照你。我是来辞职的。辞职？你以为这洛氏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吗？想走可以，但有条件。今晚上有一个饭局，你必须参加。这是你在洛氏的最后一件工作。只要我跟你参加今晚的饭局，就放我走，包括悠悠。可以，反正我早就看那家伙不顺眼了。好，我去。再喝一杯嘛，陈总，喝呀。好好好。穆小柔说的饭局就是这种饭局吗？什么时候洛氏变得如此不堪了？陈总，久仰大名，雪柔在这里敬您一杯。穆总谬赞了，穆总才是年纪轻轻就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，前途不可限量。陈总客气了。看起来这么傲，可惜是洛氏的人，动起来有点麻烦。陈总，弄疼人家了。你不就喜欢这样吗？死肥猪，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，居然敢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我。要不是另有打算，本小姐才不会继续待在这里。浅月，还愣在那里做什么呀？快过来给陈总敬酒啊。哦，穆小姐啊，不知这位是？这是我们公司的项目总监，可是一个大美人啊。对对对，美极了。你一边去。浅月是吧？来这边坐。浅月小姐这么年轻就是项目总监了啊，真让人钦佩啊。当然，我们浅月工作上非常出色，可是非常得我们洛总的喜爱呢。哈哈，原来也是一个靠身体上位的女人呢，那我可不用客气了。来来来，陈某敬浅月小姐一杯。
只要忍最后一次，我和悠悠就自由了。好酒量啊，再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下洗手间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怎么样，这个还不错吧？不错，不错，看来还是穆小姐最懂我。陈总就这么放人走了？就不怕到手的肥羊跑了？放心吧，跑不了。陈总说的就是他。管他呢，灯一关你知道是谁，抓就完了。不能再回去了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回家我可以。撞墙了，好痛。咦，这墙怎么热热的？摸够了吗？痛。你？哦哟，这不就是总裁一直心心念念的穆小姐？没事吧？痛。总裁，穆小姐这是喝醉了，不如我们送她回去吧。哦，行吧。哎，还不跟上？哼，男人。他在跳啊。心脏跳动才正常啊。但是跳得好快。